为了营销无形象的观光产业，由乡公所结合在地店家，参照是八十度 C 大埔铁板烧、蘑菇部落加这葡萄酒庄，提供类似这游拜客的交通工具组织，或者游客会当伫咧无形消费，也会当免费骑脚踏车上无形象。透过着骑铁马活动，来到葡萄园内边。那是当看到这一罐一罐结实蕊蕊的葡萄，也当买到上佳新鲜来上市的这农特产品。这是为着营销葡萄园的观光产业，由着乡公所加着在地店家，像就是八十五度 C 大埔铁板烧、蘑菇部落，也搞这葡萄酒庄，提供了像就是有拜客的交通工具和民众来接。我们自己本身也很乐意，真的最主要是我们结合我们普星推出的一个新卖的让我们能够看见普星，让我们来这边的游客能够自由的来我们普星骑乘自行车啊，最主要的话可以带动我们普星的各地方的繁荣，在我们乡长公所方面代表会这边的相助之下，不仅让我们业者能够有一个在各方面，就生意方面啊，或者在服务方面啊，还有在整个各个景点方面游客增加方面，都让我们增添了不少的商机。除了店家热情参与，农会也真认同这款这观光导览活动，期待当为保鲜的农特产品打出不同款的品牌营销观德。我们普星乡农会在推广除了葡萄以外，还有芒果，还有番石榴。那我们的芒果今年真的是盛产，而且我农会最近也做一个改变，可能在芒果行销比较大力。因为葡萄来讲，对我们普星乡所有的葡萄农友，他们都做得非常好。他们不只说各自的行销网络行销，而且我们的品质都非常好啊，对，像大村跟西湖，他们大量的栽种，西湖主要是早春葡萄，是温室葡萄，啊，大村跟我们一样是露天葡萄，但是我们这边以品质取胜。透过乡公所的营销，结合在地店家甲农会，营造出一个属于埔心乡特有的新拜青旅行。中央新闻与凤丸赖耀廷埔心报道。